看一下前面的天儿啊，现在海拔4724，看到没有？往边上来一点。看那边那天了，看到了。我们不得往那方面走，那边现在不知道什么天气了。是下雨，是下雪，是起雾的，看了，这边就是大太阳，那边就是那种天气，嗯，我们得往前走。码表出问题了，所以说拿手机看吧，连导航再看海拔，嗯。我去，你看。那今天是什么天气？4700，还有几百米的海拔线往上爬了，对吧？走吧，这倒是在。